你路嗰度乜都识，加的士路路通识。我只狗系咁打 C X， 系咪食饭食得太急咧？狗狗打 C X 嘅原因好多，除咗食得太急之外，一次过食太多，食咗生冷嘢或者系涉亲都有可能。其实人同狗一样，都系因为横膈膜痉挛性收缩导致打 C X， 基本上隔几个钟就会自动停。主人都可以帮狗狗拍下背脊，按摩下个肚，等佢舒服啲。之后留意粮食的份量少啲，同饮多啲水，情况就会改善。但如果佢打 C 打咗一日以上，就要带佢睇兽医啦。今日学识宠物健康小知识，生活自然更畅快。加德士特配 Tecron 五星级燃油，日日陪你路路通识。雷霆八八一，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的每一程。人民大道中要告一段落，见唔到。随住新界东补选越嚟越近，网络上面咧亦都越嚟越多人开始讨论，究竟今次投票应该投俾边个？而當然啦，作為一個視頻節目同埋選舉節目嘅主持，都有唔少聽眾 send 短信嚟問我，究竟應該投俾邊個？面對呢啲問題咧，我係一概不答嘅，因為每一個人投票都應該係自主、神聖。你覺得邊個值得支持，你咪應該投邊一個咯。咁簡單嘅常識，其實需唔需要喺大氣電波不斷重複咧？但後屘發現，其實係要。因为香港人听得最少的就是常识。王永道，北京将年初一晚的旺角骚乱定性为分离主义的一次事件，当然不是跟那班暴乱分子讲，亦都不是跟那班建制派讲，他们两边的立场就不会动了，反为呢就是对着泛民来讲，看看他们怎样回应。因为如果你支持分离主义的话呢，阿爷都冇乜嘢可以同泛民讲㗎啦。唔讲喇喎，咁今后嘅政改谈判傾都唔使同你傾。人民大道路一直都在。八点正。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依家搏极应付到新闻，警务处长卢伟聪傍晚到医院探望在旺角骚乱中受伤留医的最后一个警务人员。卢伟聪肯定前线人员在骚乱中的执法表现，又强烈谴责骚乱当晚使用暴力的暴乱人士，警告暴徒若果再次挑战警方底线，警方定会果断执法，毫不犹豫使用必须武力打击暴力行为。我再次肯定我的同事在当晚的英勇表现，坚毅不屈，尽忠职守，保护这个香港市民的安全和生命财产。尤其是有一名交通人员，他为了保护他的同僚，在这么危急的关头临危不乱使用了他的枪械，也是因为他这样做避免了他的同事受到进一步的伤害。我想说，我们所有的行动部署，我们的同事的安全都是我们的首要考虑。我想再次重新强烈谴责当晚使用暴力行为的暴乱人士，我警告他们，那些暴徒如果他们再次挑战我们警方的底线，我们一定会果断执法，毫不犹豫用必须的武力打击这些不同的行为，以事后我们一定会全力调查，将他们绳之于法。我今天呢就是委任了副处长周国良先生去主理我上个星期同协会人员开会的时候提到的检讨委员会。他的检讨的范围是包括装备、武器，尤其是保护装备、战术、指挥和通讯等等。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仍要时间观察楼市是否进入下行周期，若果确认楼市进入下行周期，将会采取逆周期措施，适度放宽银行按揭。强调金管局的目的是在于稳定体系和保障置业者。
至於幾時先能夠確認樓市下行，陳德霖就話冇量化樓價下跌到乜嘢水平就會放寬按揭，又話過去金管局收緊按揭之後，樓價曾經回落半年至一年之後再度回升，因此需要時間觀察。一個四歲女童感染甲型流感，出現肺炎，情況嚴重。衛生防護中心話，女童喺今個月六號起發燒同咳嗽，六日之後入住廣華醫院，轉送兒科深切治療部。女童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她的父親最近曾經出現上呼吸道感染病徵，已經康復，其餘的家居接觸者並沒有病徵。英國維珍航空一架飛去紐約的客機在倫敦希斯路機場準備起飛時，駕駛艙受到激光照射，副機師眼部不適，客機其後折返機場，航空公司安排乘客住宿一晚，第二日再前往目的地。维珍航空话正联同英国当局调查激光来源，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民航当局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有1400多宗激光照射客机的事件，去年上半年就有400多宗。英国机师工会话，机师若果被激光射中，会暂时失去视力，严重的可以致盲。而目前的激光越趋强力，要求英国当局列为攻击武器加以规范。呢节新闻报道完。天气报告，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天气寒冷，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达到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气寒冷可能影响健康，市民要小心保暖。依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2%。财经 online。股市升2%-3%，英国富时100指数5835点，升128点；法国 CAC 指数4142点，升147点；德国 DAX 指数9240点，升272点。汇市方面，美元对日元报113.92，欧元对1.1192美元，英镑对1.4461美元，澳元对71.53美仙，新西兰元对66.63美仙。金价每安士1209.15美元，跌28.51美元。油价升1%，纽约期油场外交易每桶29.95美元，升51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每桶33.7美元，升34美仙。呢节财经 online 报道完。长和八两金，其实真的不知道八两金究竟是怎样入行呢？咁系咩因缘际会令到你成为电影演员嘅咧？嗰阵时我就开饭店啊，电影公司就走去嗰度拍嘢啊，咁样系拍下嘢咧，咁就有一个副导演就话：，我好想找我去拍嘢喎，咁样。我话系啊，你稳定仔，佢话唔系，你个样你唔出声咧就吓死人，系，你一出声咧就笑死人。佢话呢个好特别喎。一圈圈花齐放的，一圈圈炼成钢的，一圈圈黄金几的，圈圈中的，一语中的，雷霆881。跟住喺召唤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有几阵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港以南、沙田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5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老婆今晚要进修，喺房厅自在人生大学堂。咁今餐我洗碗啦。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仲新开了用英语和普通话授课的免授课程，让学员提升个人能力。要活得精彩，就要学多一点。查询计划详情，请
请致电2915-2380。社会福利处请下列人士迅速与本处联络，有事奉商。叶金林，商讨三岁儿子的福利事宜。许文毅，商讨八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另外，请下列人士的亲人迅速与本处联络，有事奉商。15岁女童 C I R I A C O Q U E N C I E A L B I S， 社署电话2892-5325。2892-5325。健康无价，每人一杯杏林茶。Dr. Tim 洪思怡。星期一晚的杏林茶啦，咁今晚咧就 cam 房间，听晚都系咧，咁所以就揾到医生啦，咁。佢就去咗好開心，但係見到醫生咧，你個樣好似唔係好對路咁，梗係啦，都唔係好對稱添啊！上個禮拜你又問，上個禮拜咁我戴住口罩，咁唔覺以為你呢排流感咁緊要，咁諗住你呢排感染啊嘛，係咯，即係你之前都中咗幾次招，咁咪 can 又中招咁樣，咁你都保護自己咁樣噶嘛？咁你而家見到啦，咁就係大細面啦。咁其實點解會咁咧？咁就因為上個星期咧，我診房長假咧，其實農曆新年就係我最長假。係。今日我先係第一日翻翻工，咪即係朝早。所以你之前都好忙，即係放假，即係農曆新年之前就好忙啦。係啦。咁咁我就診房長假，就做咗一個拖咗幾十年嘅手術。幾十年可以拖咁耐嘅咩手術？冇錯啦，因為我十幾歲嘅時候咧，就剝咗右下角嗰隻智慧齒啊。嗯。好嚴重，即係有限，你有四隻咁。係啊係啊。咁右下角嗰隻，咁當時咧做個剝牙咧，個手術就做咗超過一個鐘。咁耐？係。剝一隻咗。咁我咁嗰陣時好細個啊嘛，咁我又唔想全身麻醉，好驚啊，局部麻醉嘛，所以聽到曬佢哋喺度轉嘢嗰啲聲，轉啦，係，跟住又哎呀咁樣咧，咁恐怖，恐怖，因為我都有摸過智慧齒嘅，我就。都是中學尾啦，即係十可能十五六歲嗰啲歲數剝嘅，咁我好似冇做一個鐘頭咁耐喎，但係即係都係聽住曬嗰啲轉嘢嘅聲嘅，咁我就記得。我以為會很痛苦，結果的真的很痛苦。咁之後都挺痛苦的，仲要因為我不知道隻牙係即係連埋個傷口咧係咁單薄咧，擘大個口喺度嗌，同埋即係個醫生話即係麻醉咗，咁我用麻醉藥用過咗就可以食嘢噶啦嘛，仲食埋啲好硬嘅嘢咧，跟住結果就爆咗一個傷口。咁但係之後我就知道即係要好好保護佢，咁第二即係過咗幾日就冇事咁樣。剛才我十幾歲的時候摸呢，咁佢喺度又叫啊，又成見到咧，我成個頭都喐埋嘅。咁大力？好大力嘅。但係咪因為啲智慧齒有啲唔同嘅長嘅方法，所以人人經歷嗰個摸智慧齒嘅過程都可能有啲？我下面嗰啲智慧齒就打橫生嘅，咁佢就頂住隻 second molar 啦。即係直情喺個牙肉下面咁樣。係唔露出嚟牙骨嘅，即係冇一忽係露出嚟嘅，係佢就因為頂住隔離嗰只嘅。頂到佢發炎痛痛咯，咁做完手術之後咧，我仲再足足兩星期咯，流血都流咗幾日咯，即係日日朝早起身咧都一大攤血，咁好差嘅經歷啦，咁我都拖幾廿年啦。咁啊七年前咧，我右上角嗰只咧又開始有啲問題，咁都係要摸。咁今次咧就即係當然揾到醫生啦，都差幾年都撐咗。即係有三幾年，係當年嘅牙醫係咪都可能退咗休？都應該退咗休㗎啦。咁咧就七年前咧就摸咗右上角嗰隻，咁嗰個醫生好勁啊，就摸三分鐘，四日咧就已經完全好翻曬。哇！咁完全彌補曬你心裏邊創傷喎，即係對於呢個摸智慧齒嘅恐懼。嗰陣時你哋直情係唔知㗎，係七年前做緊杏林茶，杏林茶啦，係啊，都唔知。咁咧，今次咧就係左下角嗰只智慧齒咯。係。咁佢又係咧頂住我嗰只第二隻大牙啦，石嘅冇啦，隔
搞到佢耐不耐會發炎啦。係。咁跟住又頂到咧嗰、那個下我嗰個骨啊，咁開始有啲萎縮咯。哦。因為其實有啲發炎咧。所以就必定要剝啦。咁其實已經兩年前咧就已經即係有事啦，就拖到咧就而家呢個假期咧先諗住做。但係你咁樣頂住嘅話，你唔會痛得好緊要嘅，點解可以拖到兩年嘅？咁我。你知道我強迫症噶嘛？我成日用 floss 咧，即係用嗰啲牙線，用得好勤力啊，刷啦，又用啲電動牙刷啦，即係做得好足噶嘛。嗯，我記得之前你做得足得滯，反而即係傷咗少少啲牙添。係啊，咁所以就可以拖咯。哦，因為我記得我都係，我諗你應該記得嘅，兩三年前咧，我又係一排啲牙痛得好緊要嘅。咁當年咧，我自己自以為自己四隻智慧齒已經剝曬㗎啦，跟住嗰排撳牙痛，直情食止痛藥都冇用，夜晚一日完全瞓唔到覺咁樣，終於頂唔順就去睇牙醫咁樣啦。跟住牙醫就話俾我知，原來我隻智慧齒仲有一隻喺度，仲要存咗添。系啦，跟住就去睇咗几个医生，咁样又系终于剥咗咁样啦。咁但系我谂我嗰段时间系可能为期两个礼拜之内就完成晒所有嘢咁样噶啦。你系咪攞咗假？点解我哋唔知道？即系冇见到你做。唔系啊，有啊有啊，但系嗰次仲去咗因为我去睇有一个牙医初睇嗰个咧，就年纪比较大嘅，佢就话佢唔够力掹我嗰只智慧齿出嚟，咁就 refer 咗我去另一个嗰啲做。即係啲顎骨或者矯形嗰啲牙醫嗰度，咁佢就好都好快手喎，好快就一嘢掹咗出嚟咯。咁嗰次都唔係好痛，嗰次我唔記得咗啦。嗰次係上啊，上係 ET 㗎，係咁，所以就唔係腫咗好耐，同埋我好似嗰時剝完之後直接夜晚就再接剝佢啦。係嗰次真係唔係好差，即係剝之後唔係好差嘅回憶，剝之前就好差嘅回憶啦。哦，因為佢已經住咗咧，已經散散地。可能係。咁嗰只冇住，咪好完整、好實正噶嘛。係。咁我揾翻七年前幫我做嗰個好有經驗嘅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on 啦，個轉係做呢啲外科手術嘅醫生。係，即係七年前俾咗好多信心你嗰個。咁其實因為我個外甥你都見佢啦。嗯。啊，佢都牙醫嚟噶嘛。係。佢又肯做啦，咁佢話驚出事咧會俾我揼噶嘛。咁不過咧，佢做個手術之前咧，就幫我照咗好詳細嘅嗰啲叫即係電腦掃描嗰邊 CT， 咁幫我照曬啦，咁就即係睇下咧，睇曬嗰啲神經線咧，同埋嗰啲牙齒啊，嗰啲嘅位置啊，咁啊就發覺咧話嗰條啊，佢喺度嚇鬼我，佢話喂呢條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即係嗰條叫下牙槽神經咧，就同呢只智慧牙咧係貼住嘅喎，咁呢條下牙槽神經咧就係三叉神經其中一個分支嚟嘅。嗯。咁佢唉傷咗你好大鑊㗎啦，咁一陣間先即係講並發症先講點大鑊法啦。係，但係你而家我哋唔知道，但係你一聽你就已經自己預想到有啲乜嘢後果啦。我諗咗就話唔係，真係唔會咁黑啩咁啊。嗯。咁照完啦，咁跟住就去咗個外科醫生嗰度啦，咁入到手術室咧，咁我都係揀翻局部麻醉啦。嗯。因為我好怕即係全身麻醉。係。你嗰次都係局部。哦，係，我每一次都係局部噶。我試過全身麻醉，但就唔關智慧齒事嘅。咁我都覺得冇必要嘅話，我都會選擇全身麻醉。即係享受嗰個咧，即係醒翻嗰次嗰個感覺啊。嗯。我記得我之前試全身麻醉係好痛苦喎，醒翻之後嘔到七彩，係。係啊，咁嗰個外科醫生咧，咁佢喺做手術之前咧，佢同我講，佢話咧嗱，我咧今次就要即係同上次都要俾啲類固醇你食。嗯。咁當然就唔係整我大隻嗰啲類固醇啦，就俾 corticosteroid 啦，再壓抑嗰個炎症嗰啲，即係皮質醇。嗰個係手術之前。大概5分钟。哦、oh, ，OK。咁即系我已经瞓咗喺个牙医嗰张床。系，即系佢只系知会你一声咁解。咁佢咧就话啦，我而家俾八毫克 dexamethasone， 应该系 dex 米重。咁啊，类固醇啦，咁就俾你食。咁，嗯。咁我焗住，我冇理由。食類固醇，咁佢就話咧，因為食咗呢個咧，可以減少咧你手術後咧嗰個腫脹啊，同埋嗰個發炎嘅情況。如果唔係咧，你塊面咧就會好腫噶啦。係。腫咗咧，你就會冇咁腫噶啦。但
係上嗰度冇創傷㗎。係，但係上次佢幫你幫過，因為佢話上次嗰只咧個創傷性咧係低好多，但係今次個創傷咧會大好多，因為佢講咗佢要，佢話今次要raise 個 flap 啊，即係話佢話要咧割咗嗰個麻肉嘅部分咧拉起佢。係。咁跟住咧就要再作咁啲骨。係。咁跟住咧先可以去全開嗰只眼。係，聽落真係好複雜咯、那個情況。咁但係聽落你呢個牙醫又好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亦都即係好似做曬 precautions 咁樣。之前都話俾定類固醇你食，等你唔好發炎得咁緊要。咁但係結果點解而家都過咗成個禮拜啦，但都係咁重咧？咁轉頭翻嚟繼續講下醫生嘅情況。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廉池庵柠檬草味润喉糖。而家时间8:18，气温12度，相对湿度64%。廉池庵柠檬草味润喉糖，感受清新薄荷，拥抱柠檬草味道。新春派车神，大家好，我是自 fit 安全驾驶大师阮兆祥，恭祝大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今年自 fit 安全驾驶大行动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正确驾驶态度，各位商用车司机朋友揸车时记得专心，要特别留意乘客安全，等乘客坐稳和扣好安全带才好开车。新一年更是要安安全全。新春派车神由运输署主办自 fit 安全驾驶大行动赞助播出，商业电台马路的事同步支持。澳门金沙度假区七大酒店呈现澳门春季升级热卖，客房低至55折，入住全新澳门瑞吉金沙城中心酒店，每晚只需由港币1888元起，优惠期至到2月26日，快啲打00180033787825预订。咦，你呢部室内无线电话好得意喎。是啊，我去旅行嗰阵买嘅。咁要查清楚佢系咪符合香港嘅技术规格先好用啊！如果唔系，就可能会引起电波干扰，影响其他合法使用者。使用同管有呢啲唔合规格嘅无线电器材，仲系犯法噶。想知多啲，可以浏览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嘅网页，或致电29616333。杏林茶，Dr. Tim，洪思怡。翻返嚟杏林茶嘅时间啦，咁就讲紧医生剥智慧齿嘅一个经历啦。咁其实咁多年以嚟咧，我都未见过医生块面系咁大块，因为其实你块面算系即系个头啦，唔算大噶嘛。但系今次我真系有史以嚟见过你块面系最方形嘅一次。啊，咁其實很多人都需要剝智慧牙，咁特別即係中國人咧，因為我哋嗰個頬骨咧比較細啊嘛，多數都唔夠位生，咁好多人都要剝噶，咁所以聽完之後咧就可以我哋參考一下啦，即係今日唔使剝，由朝一日都可能需要剝，係啦，都可能需要剝。嗱，咁嗰個牙醫咧，即係就話點解要用類固醇，就因為類固醇可以有消炎嘅作用。其實是壓抑了你的免疫反應嘛，咁你就會少咗啲淋巴腫脹，少咗啲發炎嘅反應，咁你就唔會咁腫，咁你就會舒服好多噶啦。咁，咁冇辦法啦，肉隨砧板上。係，我話唔好啊，你話喂，我想食喎咁。其實咧，我真係咧，20歲人咧，即係第一次食類固醇啊。係，咁你成世都未食過喎。係，你食過咩？我想我吃過，因為你濕疹喎，應該係，我唔記得，很多時候都有些很怪的症狀，咁結果又需要吃類固醇。咁吃類固醇咧，其實佢壓抑炎症咧，其中一個就係佢功能啦，但係佢其實係壓抑個免疫系統啊嘛，咁就同埋嗰個係好高劑量下噶啦，係，咁百毫克嘅滴生米蟲啊，滴生米蟲啊，咁咧就會搞到你咧，即係。對抗抵抗啲外來嘅入侵啊，包括啲細菌啊、病毒啊嗰啲咁感染咧，就會差咗噶。嗱，咁呢個後話啦。咁啊，講翻個手術喎。咁手術咁當然即係打幾支麻醉針啦，局部嗰啲麻醉針啦。咁
打開佢都哇，整個人都崩到行曬，剝過牙嘅人都係啊，都知道啦，即係想像到嗰個感覺係勁嘅，永遠都唔會忘記嗰個打神波、打麻醉落去嗰個感覺。咁醫生好好嘅，咁佢一路做咁一路講，佢話你做得好啊咁啊，即係佢話好好人得，即係鼓勵你，一路喺度好多鼓勵嘅説話。咁跟住咧就即係當然就聽到嗰啲聲啊。知道佢都壓落去啊，跟住咁樣，跟住咧又喺度咔咔咔咁，跟住咧佢都冇到我個頭都有少少喐咁樣啊，因為要好用力掹佢出嚟，叫啦。咁好彩今次咧，成個手術咧就用廿分鐘以下搞掂咗，都似乎聽落幾順利啊，都幾順利，係啊。唉，咁手術完咗之後，咁覺得哇係幾好喎咁。咁係咪真係即係比想象中唔係好腫咧？因為你之前都食咗嗰啲類固醇啦。冇錯。其實咧，頭嗰廿四小時咧非常之好噶，係唔係幾腫啊？你即係唔講咧，你未必會覺。係。知唔知道第二日嘅晚上咧，瞓下覺咧，再次發冷喎。嗯。咁喺打曬冷震咧，哇咁凍嘅。係。咁跟住咧，咁我起身啦，咁諗住食多劑止痛消炎藥啦，咁諗住冇乜嘢啊。咁第二日朝早咧起身啦。係。咁即係嗰陣時就已經。因為第二晚啊嘛，咁再瞓咗，咁第二日嘅朝早即係 day three 啦，第三日嘅早上，塊面咧就腫得好勁。但我想問一下你係之前嗰晚打冷震嘅時候，你係都心知不妙，係即係牙我出咗線，你係覺得譬如冚得唔夠被啊，著得唔夠衫嗰種度。咁係，我知道都係因為都係因為係嗰度出咗問題。係啊，咁下晝就連條頸都腫埋咁，咁我就打俾個。外科醫生啦，咁佢話正常噶，佢話其實咧腫到第三日先係高峰期噶，喺你呢個情況咁。佢話嗱，不如咁啦，你嗰個嚟，咁我再俾多一劑維骨神氣食啦。咁佢話咁咧就可以壓制咗你嗰個淋巴腫脹，咁會好好多噶啦。係，但係我見過我自己試過剝智慧齒啦，亦都見過啲唔同嘅朋友剝智慧齒啦，都真係有腫嘅，但係我好少見到人連條頸都腫埋。頭先我都俾咗啲相你睇啦，咁而家都睇到係腫腫到點樣啊？你話有啲雙下巴，同埋好似有一啲即係譬如電影有啲人要扮提增度瘦身男女，劉德華咁樣，劉德華化咗妝，脂肥嘅一種係。係啊，咁平時我條頸唔係咁噶嘛，你見到咧係冇曬條頸噶嘛。係啊。即好像塊面下巴，跟住就有嚿肉，跟住就到差唔多鎖骨咁樣。冇錯。咁我聽我喂，再叫我食類固醇，唔係話咁我 OK 啊，我諗啊，我自己都有啊咁啊。咁我唔怪即係上個禮拜著曬樽領衫，戴曬口罩咁樣啦。咁跟住咧，去到第四日嘅朝早咯，咁啊真係好唔妥嘅。其實嗰日嗰即係第三日嗰晚咧，就已經瞓唔到啦，幾乎。即係雖然食好多止痛藥啦，咁都好辛苦啦。係。咁都第四日朝早咧。就覺得吞口水有啲問題嘅，嚇！咁條頸咧就真係越嚟越緊咯。咁我知係即係開始壓住食道，再壓落去壓埋氣管。係咯，我就想問唞氣，唞氣咁，但係有冇都係急促咗、辛苦咗咁樣？係，咁我即刻就問我醫生睇睇啦。咁佢睇完，哇一聲，跟住咧就揾佢另外一個即係阿姨啊，即係喺隔離嘅拍檔嚟嘅。咁又望望，咁佢話：哇，唔掂喎！咁佢話蜂巢炎，我都覺得係啊。即係四年之前我哋都講過，係蜂巢炎一啲菌入咗個啲皮下組織啊。係，但之前講嗰啲蜂巢炎都係可能即係啲外傷啊，係皮外傷嗰啲。係咯。條頸啦，咁佢個拍就講：喂 ，Ludwig's angina 喎，咁呢個其實咧就係話，即係嗰個菌咧走咗條頸嗰度咧，咁佢仲有好快咧。系，你就挂得噶啦。咁严重？佢可能你要帮人俾帮你做个 tracheostomy 啊，即系话要打个窿啊，你透唔到气噶啦咁。哇！咁我吓唔系话，咁我即刻 call 翻啲另外啲朋友啦，就唔讲阿姨 ，call 翻医生。系。咁啊 ，call 翻个传染病科嘅朋友。嗯。咁佢睇完佢都话喂入院啦咁。哇！好大件事。系。咁。做醫生的人咧，做病人咧就好差嘅，聽講嘅。係。咁咯，唔會啊，我諗八四
死嘅。醫生講即係做醫生變咗病人嘅時候，當醫生講一句，你就自己又理論翻幾句，又幫自己即係再評估自己嘅狀況，又幫自己做決定咁樣。係啊，我係唔會聽人講，因為佢話要幫我即係泵啲 IV， 佢話又要抽啲嘢出去驗下，搞啲樣搞嗰樣，即係抽血。驗下啲白血球啊 ，CRP， 我唔識咩？咁但係你唔可以自己咁啊，理論上係。我就想問下你心態，因為我都見過唔同嘅醫生都有咁樣，即係當佢俾意見其他人嘅時候咧，就頭頭是道，係啦，好客觀嘅。咁但係當有啲病況發生喺自己身上嘅時候咧，佢嘅診斷係啦，佢所有講嘅嘢咧，都係可能平時叫人唔好做嘅嘢啊，或者覺得有時譬如叫啲人即刻去驗咧，如果係發生喺自己身上咧，佢就睇定啲先啦，唔緊要啦，遲啲先啦咁樣，好多時候都係咁嘅。醫生真係會即係係好差嘅病人嚟嘅，即係我淨係想聽，我想聽選擇性地。咁佢再入院打針，咁跟住即係做九千幾樣嘢。佢再做個 scan， 係睇下你中嗰啲情況係點咁。佢仲係 MRI 又剩，咁我使唔使啊？我而家仲透到氣啊！我不如你嗱，即係我而家我食緊呢扎即係藥，咁你不如幫我睇下有冇得轉啊？係就唉，佢話你咁唯有聽你講，就話你試下咁樣轉啦，跟住再幫你。打一針都得啩，一針 IV 啦咁，係即係打個 bolus 啊，咁啊打二點幾克嘅普利西林啦，係咁但係剝脊椎位置係咯，咁戲劇性嘅情況出現，咁到底跟住嘅情況係點咧？轉頭翻嚟繼續講。健康無價，每日一杯杏林茶。大陆政治漫画家王立明，佢嘅政治漫画针砭时弊，但系好踩界嘅、哦。官媒人民网忍无可忍，公开狠批佢系汉奸，仲话要依法查处添，搞到佢要流亡日本。最近我哋成功访问咗佢，讨论中国嘅言论空间同埋网络控制。今晚十点，我潘小桃、何逸文同你串雷霆八八一。晚晚十点，潘小桃。时间是晚上八点半，由资料多多的中原 Tony 话你听，中原地产 C000227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依家黄景莹报道新闻。警务处长卢伟聪晚上到医院探望在旺角骚乱中受伤的最后一个留医警务人员，他赞扬在骚乱当晚向天明枪示警的交通警员保护同僚临危不乱，使用枪械避免同事受到进一步伤害。他强调警方当晚的所有行动部署都以警员安全为首要考虑。卢伟聪强烈谴责旺角骚乱当晚使用暴力的暴乱人士，又警告暴徒若果再次挑战警方底线，警方定会果断执法，毫不犹豫使用必须武力打击暴力行为，之后也都会全力调查，将他们绳之于法。两个被拒入境的印度籍男子昨天在红磡等候乘坐直通车遣返内地的时候越押逃去，入境处已经即时将案转介警方作进一步调查，并已经联络车站管理公司和执法部门检视并且加强车站月台和遣返被拒入境人士的保安安排。案中两个年龄分别是27和35岁的印度籍男子，昨日在红磡管制站因为入境的目的存疑被拒入境。入境处同日傍晚安排两人乘坐直通车遣返内地，在等候列车开出期间，他们突然冲出车厢跳下月台，沿着火车轨道逃去。内地确诊第二宗输入性寨卡病毒的感染病例，患者在上星期二离开委内瑞拉的
離開委內瑞拉之後，經荷蘭同俄羅斯，在上星期五抵達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時，被檢測出發燒。疾控中心經過當時化驗，今日確診，他是寨卡病例。消息話，患者在委內瑞拉工作3年多，發病之前12日曾經係同喺委內瑞拉居住嘅朋友接觸，而佢朋友喺上個月曾經患有蚊回傳染性疾病。而內地首個寨卡病患者34歲嘅男子，上個月曾經到過委內瑞拉旅遊，佢月初途經香港同深圳返抵家鄉江西之後，被驗出感染寨卡病毒，佢喺醫院隔離治療8日之後，尋日康復出院。天气报告。本港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明朝天气寒冷，有一两阵嘅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1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早上仍然相当清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天气寒冷可能影响健康，市民要小心保暖。依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62%。财经 online。欧洲股市升2%至3%，英国富时100指数5838点升131点，法国 CAC 指数4142点升147点，德国 DAX 指数9245点升277点。汇市方面，美元对日元报114.07，欧元对1.1184美元，英镑对1.4478美元，欧元兑71.6美仙，新西兰元兑66.7美仙。金价每安士1208.15美元，系跌29.66美元。油价系升1%至2%，纽约期油重上$30，依家系报30.01美元，升57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每桶33.8美元，升44美仙。呢节财经 online 报道员。在这里，我要以总统当选人的身份，也要以党主席的身份，对民主进步党全体党公职人员下达第一个命令：谦卑，谦卑，再谦卑。台湾的人民是最大的赢家，是人民让我们朝野政党知道了民意的依归，民意的动向。林昌佐是第一个进入国会的亚洲摇滚歌手，我长发，我刺青，我将带着300,000人的意志进入立法院。于仲敬，雷霆881。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东华四季共鸣145年慈善音乐会，东华三院用爱奏出共鸣。大家好，我系吴叶坤，我将会同埋周柏豪喺3月23日喺会展 Hall 5G 举行嘅东华四季共鸣145年慈善音乐会，联同多个东华三院嘅服务单位，用音乐演绎四季，介绍东华三院各项服务嘅成果。你哋都嚟同我哋一齐过一个有意义嘅晚上啦！东华四季共鸣145年慈善音乐会门票现已喺快达票公开发售，筹得善款将用以发展东华三院教育服务。东华三院董事局已赞助事项活动的直接开支，公众善款亦不会扣除行政费用，全数拨用于该院服务。如有查询，请致电东华三院全年捐款热线1878333，或浏览东华三院网页。东华四季共鸣145年慈善音乐会，东华三院用爱奏出共鸣。商业电台全力支持。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Dr. Tim 洪诗怡。继续杏林茶，
嘅時間啦，咁就由醫生剝智慧齒開始講起啦。咁本身咧睇落就似乎今次剝嘅經歷幾好咁樣，初頭一日，跟住之後漸漸咧就越嚟越大件事咁樣，大件事到連條頸都腫埋，跟住就除咗揾牙醫咧，仲要揾埋其他科嘅醫生幫手添。咁我朋友就幫我即係對支針落去，抽咗啲即係液體出嚟啦。就拎個種菌，咁跟住就幫我轉咗啲抗生素，咁跟住打一針勁嘅普利西林落去。咁佢話喂，好多時都係鏈球菌加埋啲染樣嘅細菌啊。係。咁後屘種出嚟真係 mix growth 啊，乜都有啊。嗯。啊，即係有好多種菌養咗度。咁嗱，咁其實咧用。翻一個即係倒後鏡啊，係即係望翻轉頭，係咁其實就係錯在，因為我只牙已經嘔兩年，其實佢間中發炎，係咁就算佢即係睇落去咧，好似好健康咁咧，其實可能根本成日都會有啲菌喺度。哦，咁跟住佢即係 oral surgeon 咧，咁佢又俾咗一劑咁勁嘅類固醇我食啦，係啊，液狀片喺度。跟住先嚟開刀，反而就係因為嗰一劑類固醇，啲菌咧就入咗去。啊，咁即係當然我冇怪佢啦，因為我當時我可以話 no 噶嘛，係，係嘛，即係可以 say no 噶嘛。但係喺嗰個狀況底下，好難 say no 喎。係啦，咁咁就係冇錯，咁啲菌就入咗去啦。係，佢就跟住就話，其實啲菌就入咗去個叫 buccal space 嘅地方，跟住咧就一路 spread 出去，跟住啲。即係原組織咁啊，走咗條頸，咁啲菌就一路擴散啦。咁跟住用勁抗生素咁啊，控制咗。係，其實我之前都聽過有啲個案，我就唔係直接識嗰啲人嘅，但係可能有時同朋友傾偈期間啊，就會提到話有啲人剝牙，然之後就令到有啲菌入到血裏邊，跟住就講到好嚴重嘅情況咁樣啦。咁我之前係啦，就諗剝牙即係搞到咁大件事，即係影響埋全身嘅其他地方咁樣。我今次第一次遇見一個人喺我面前真係發生呢件事。冇錯，咁其實我仲有一個 friend 嘅，咁啊。梁醫生咁佢咧就是、個介入性放射科嘅醫生，咁佢喂你可以啲菌就算即係你唔係入血，可以上腦啊，係咁嚇你仲嚇我啊，係啊，佢話快啲入院啦、啊、咁，咁當然我亦都唔聽啦，去到呢個地步你都係拒絕嘅，都係揀翻我啱聽嘅去做，其實係咁，但係你係。咗啫，咁佢打完嗰啲針之後，跟住再轉咗啲藥，咁真係好咗，即係開始慢慢好。係，咁但係即係其實呢個情況係，即係除咗你話應該之前選唔選擇嗰類固醇打唔打，即係嗰劑之外啦，其實係好難避免嘅喎。如果真係要發生咗、所以就係有時一啲好小嘅嘢咧，其實嗰個後果咧都可能好嚴重。即係一啲好細嘅手術，或者你只係一個食定唔食類固醇，其實醫生講，咁佢有佢嘅道理嘅。係。咁但係咧，即係但係佢係個 oral surgeon， 佢係牙科嘅外科醫生啦。咁但係問翻咧西醫咧，咁我問過幾個咧，即係特別係傳染科嗰個咧，就話係唔應該咁做。係。即係佢話佢知道點解佢哋咁做，佢話咁咧。咁佢做完手術之後，你唔係好重，覺得好勁咯咁。咁佢亦都有話喂，佢話就算係西醫，係，即係 neurosurgeon 都好輕用類固醇，因為好驚個腦做咗下手術咧脹起上嚟。咁所以話 Ken 問下方醫生咧，佢輕唔輕即係手術前咧，即係整一劑勁嘅類固醇，撳一撳佢。下次有機會問下。係啦，但係傾翻嚟叫佢問下咯。咁佢都有咁樣做嘅。但係錯就錯在佢冇俾antibiotic cover， 即係應該咧，佢用類固醇同時咧幫俾你咧，即係應該高劑量嘅抗生素。哦，即係補花素咁樣。係啦，就冇俾啲菌咧有機會咧咁爆出去咯。不過好彩啦，即係我平時都好健康啦。今日俾我過關啦，即係安全啊，冇開口咁細慘嘅。係因為你係真係唔想即係喺呢啲時間又。我跟他們說我不怕死但是
係如果即正常咁嘅情況之下，應該就聽醫生講係啦，入院啦。咁如果係個情況，後果都可以好嚴重噶嘛。咁我係一個好慘嘅病人。咁但係好彩你平時就真係健康嘅身體嘅，咁都有翻咁上下底喺度，咁就今次就等，即係而家見你比起之前你嗰睇嗰啲相都真係好咗好多啦。即係只不過而家真係似係有啲人攞完智慧錢。情況含住一個乒乓波仔喺一邊嘅，係咯口裏邊咁樣。見到啦，個火盆煙咧係有曬啲好多紅色啊血啊咁。係。佢話啲啤酒爛啊咁。係都幾恐怖，因為你嗰啲相除咗話真係嗰個好似有啲人扮肥嗰啲樣，即係腫到咁樣嘅情況之外，係好似有一笪笪。只是糠定係爛肉咁樣嘅紅色一笪笪，就又唔係全部紅曬嘅喎，係呢度一忽嗰度一忽嗰度一忽咁樣嘅嘛。係啊，睇下先。而家我皮光肉麻，係腫腫地啫。戴口罩，不過今日第一翻工我就戴咗口罩。哦。因為費事病人，費事佢哋驚。係。點知戴口罩仲衰，因為平時唔戴。醫生，你病啊？我算啦，咁我仲喺戴口罩啊。反而引起注意係嘛？跟住我就。我有個 Phantom of the Opera， 就搶咗個口罩。我真係早嘅，我睇過劇。咁你有冇心機要解釋俾佢哋聽發生咩事？咁呢個故事都講咗好多次咯。講咗好多次啦，所以好熟悉。嚇死你！等佢莫志偉啊，要小心啲。清楚咯，係。其實莫志偉啊，真係都可以有好多併發症嘅，當然可以好順順利利，好似我上次咁啦，或者你咁啦，都 OK 啊，係嘛？莫過上志偉啊。咁嗱，但係其實即係剝下智慧齒咧，傷咗嗰條下槽嘅神經咧 ，inferior alveolar nerve 咧，係有機會嘅。咁如果傷咗嗰條神經咧，咁啊點啊？頭先我講咗啦，佢其實係三叉神經嘅其中一個分支啊嘛。你記唔記得係咩中文 inferior？ 唔識。我只係知道，如果剝智慧齒嘅話，即係有人講過俾我知，就是、下神經啫。我就知人講過俾我知話，真係剝上面嗰啲係輕鬆過剝下面嗰啲。如果傷咗啲神經，你會點？你估唔估到？鼻啊！冇錯，就下唇啊、下巴同埋即係嗰邊嘅牙肉咧，都會鼻曬咯。係。咁亦都可能有神經痛咯。係。咁會唔會走翻轉頭咧，整到你三叉神經痛咯？一牙合埋啲牙咧，即係一咬埋啲牙嘅時候咧，咁就會有。有即如果是有感覺的話就痛啦，咁但係會唔會鼻到？係啊，又鼻又痛。係，咁係會唔會鼻到嗰種？好似死肉咁樣。飲譬如飲水會流翻啲水出嚟嗰種。有機會你啊，你唔知你個喉係咩位咯。哇！其實開咗嘅你又唔知。哇！幾慘。係咯。嗱，咁要剝上智慧齒咧，咁點咧？上智慧齒通常易剝啲啦。咁但係咧，就係剝完之後咧，我哋一個禮拜內咧好大力咁擤鼻涕或者打字咧，有機會咧。就係因為剝智慧齒嗰個傷口個位置嗰個骨咧就薄嘅，可能你一撞咧，咁個薄薄地嘅骨咧就穿咗，傷咗個鼻竇嗰度，傷落個鼻竇 ，X-ray 曬，咁穿咗，即係呢個鼻竇咧就痛落呢個口腔，啲鼻竇咧就一路咧都會發炎又滾走咗上去。哦，即係上個又容易啲菌向上走，下個又容易啲菌，亦都係上下都可能會走啦。咁我嗰時。細個剝完之後咁樣整爆咗個傷口，我冇事都好彩。你都好彩㗎。因為我記得我嗰時就去外國讀書之前嘅，咁臨飛之前就去剝呢個智慧齒嘅，跟住以為佢好夠時間好翻咧，咁但我自己又整爆咗佢幾次咁樣，又唔係幾次一兩次咁樣啦。咁之後再搭飛機，我就擔心喺飛機會有事嘅，咁結果真係好好彩，係都係平時嗰種痛咁去過到去英國早幾日咁又冇事啦。都有可能個傷口會流血不止，因為你知啦，口腔啲血好犀利，係啊，有啲人咧即係可能血凝固有啲問題咁流血不止啦。咁當然有一樣叫 tracheitis 啦，即係個喉打唔開，個喉打唔開個口，個口嚇即係開唔到口啊，即係硬咗咁樣。因為你開咁上下咧，佢嗰個牙膠咧就會好痛，哦，打唔開個口，係嚇，好死都會。唔係因為個傷口痛嘅，係成個即係因為個教啊嗰啲各方面，所以都周圍都有水腫啊，有炎症啊，咁嚴重。咁有時咧，個醫生夾硬嚟咧，好大力咧，可以整裂你啲骨啦，你
颚骨啦。吓、啊？掹撬嗰只牙出嚟嘅时候咧，佢都震埋、震碎埋其他嗰啲噶嘛。即系你个颚骨变埋咯，特别如果你个骨质比较差嘅咧，骨质即系疏松啲嗰啲。系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叫 dry socket 啦，干燥症啊，咁就系你磨完牙之后咧，咪有个窿喺度噶嘛，嗯，系嘛，系啊，即系个原本个骨有只牙喺度噶嘛，系，仲有个窿，咁、那个窿咧正常咧就是、有啲血流咗入去啦，咁就填满咗个窿啦，咁啲血填满咗就成咗个血块啦，系，咁就会保护暴露咗嗰啲骨同埋神经线噶嘛，但如果呢嚿血块咧太快碌咗出嚟咧。伤口，嗯，嗰嚿血块咧又甩埋出嚟，系，我攞得太大力，嗯，或者喺度转，咁样咧，系，就转咗血块出嚟啊！我嗰时爆完之后都好俾心机落去，因为我谂住诶要清洁做得好啲啊嘛，都整爆咗佢咯。系啊，咁咧，咁你冇咗嗰个血块咧，咁就得翻个空洞嘅窿咯。嗯，咁你变咗咧嗰个骨同埋啲神经线暴露出嚟啦，咁你就会好痛咯。其实2%至5%嘅磨牙之后会出现呢个情况嘅，咁都唔少，女性仲多啲嘅。系，我仲听过，如果你话个窿嘅话，听过有啲情况系，佢有啲食物，即系喺佢埋口嗰、那个窿埋口嘅途中咧，有啲食物或者有啲异物入咗去咧，跟住佢又埋咗口，跟住就发晒炎咁样。系啊，咁跟住就之后就有好麻烦嘅。好多即系手尾要跟。如果你平时真系即系嗰个即系。护理个口腔干净咧，做得唔好啊，即系口腔护理做得唔好啊，或者食烟咧就容易啲有呢个 dry socket 啦。嗯。啊，咁讲开呢啲即系做手术啦，即系唔系一定会咁唔开心嘅。系。啊，有时咧好顺顺利利做完，咁、你就一路永逸啦。你都算系即系啲手术有之后啲后遗症啊、并发症咁样，咁、都系。都算是不幸運啦，不幸運啊，是，那又未至於要，即是不是說做親手術就是這樣，也都不應該避開做手術的。嗯，啊，但呢，有些，即是做手術前呢，有些小貼士，即是入院那些小貼士呢，嗯，那有幾樣，那是，一個英國的醫生呢，就提出來的。是。那，他講了幾樣呢，那有些人呢，譬如要做腳部的手術呢，或者是做一些手的手術呢，嗯，知道外國人有，不過而家香港人都有好多咧，特別年輕一輩咧，好多毛嘅，好多體毛，係，啊，即係手臂好多毛啊，腳好多毛，咁佢諗住咧就等個醫生咧嗰、那個 operating field 啦，即係佢嗰個做手術嘅位置咧乾淨啲，自己剃咗啲毛先，跟住先入院咁。咁但係其實咧就即係 NHS 嘅醫生就建議嘅外科醫生就話唔好咁做，係，咁點解咧？轉頭翻嚟再講。健康无价，每日一杯杏林茶。中国东方航空跳出框框，飞高一班。老公，寒风又吹嚟啦。衰啊，咁冻点出街啊？咁你飞去上英啦，东航日韩上英优惠又嚟啦，月底前买飞，四月底前出发，东京、首尔等21个日韩航点，1050起咋，特选舱7折，仲有2件共46公斤免费行李啊！到时咪可以揽住你上英咯，可以带埋我去 shopping 添。吓，带上东航香港网站扑飞先。需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打工仔要主动啲，唔好怕蚀底。做老板都要主动，为员工提供安全、免受性骚扰的工作环境，有助提升生产力和机构效率噶。在工作地方遇到性骚扰，员工可以向平机会求助，而雇主亦有责任为员工推出防止及处理性骚扰政策和培训。雇主关心员工，工作自然更开心。平等机会委员会查询及投诉热线2511-8211。杏林茶。Dr. Tim, Hong City. Come on, 杏林茶的時間啦。咁講緊就係，如果做手術嘅話，有啲咩方面應該做之前啦，有啲咩唔應該做嘅咧？咁第一樣就外國嘅醫生提出咧。不好剃毛，因為有時啲人大家可能咁，我入醫院做手術，咁盡量令到自己乾淨啲，可能希望譬如唔好阻礙到個醫生做手術啊。咁之前咧就自己做啲準備功夫咁樣，咁就先剃咗啲手毛腳毛咁樣。咁原來咁樣係唔應該。因為咧，預先剃毛咧，你剃毛嘅時候咧，咁你根本就係會刮
以為你刮得好順利，咁但係其實即係冇刮損嘅，咁但係其實都已經有啲傷口喺度㗎啦。咁特別咧係譬如如果做假底嗰啲手術咧，譬如假底生生粉瘤好常見㗎嘛，咁諗住睇乾淨啲假底毛，跟住先去做啦。係。咁咧就冇過到好多錢，因為佢嗰、那個誒嗰、那個表面唔平滑啦。咁好多時都會揀又刮少損少少㗎嘛。係。咁變咗咧，就反而容易咧，就嗰個皮膚就已經係有啲炎症，有啲菌。係，咁呢個我諗好多人其實唔知道呢件事喎，因為可能大家日常都有呢、這個即係睇假底毛嘅習慣，咁尤其是如果諗住去做手術之前都想清理下自己個身體咁樣，再加上之後唔知隔幾耐都冇得剃嘅話，咁都係剃定先。其實唔使㗎，因為你去到手術室咧，咁手術室咧有專人咧負責幫你剃，一剃完即刻就做，咁咧就啲菌咧未有機會走去。哦，同埋醫生亦都可能咧係會俾埋抗生素你咯，係，咁啊就唔使咧自己從自咁咯，就已經啲菌入咗去先，即係睇邊樣先啊嘛，係，啊咁抗生素先啦，定係菌入先咧咁，係，咁所以就盡量唔好俾呢啲事有機會發生，咁係呢一方面，如果係真係之後要準備做手術嘅話咧，就唔好自己整啲微細嘅傷喺自己身體上面，連剃毛都唔好做啦。係，咁第二咧就係喺手術之前咧。太劇烈咁減肥嘅，嗱咁其實肥胖嘅人士咧，即係做手術咧係高風險噶嘛。係。咁醫生好多時話：喂，你瘦啲做好喎。即係，但係咧，如果你已經係得翻兩三個禮拜已經做，咁你急軍事先嚟，即係好嚴重咁節食咧，咁就真係唔係幾好啦。咁佢係因為咧，即係你如果你突然間咧，即係你一個星期係。減超過兩至三磅啦，即係一公斤啦，超過一公斤啦。咁咧，你咧就開始咧就會令到即係流失咗好多肌肉啊，流失咗好多蛋白。咁同埋咧，你又又唔夠能源啊嘛。咁你嗰個成身個免疫力咧又會差咗。咁同埋如果你做咗啲大手術之後咧，你即係要活動噶嘛。咁你啲肌肉咧冇咗力咧，又影響咗你個康復。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心減咧。就應該咧係預早啊幾個月，係慢慢計規劃定先，咗先就唔好臨急抱佛腳。當然即係肥胖亦都係危險啦，因為佢感染機會又大咗啦。咁嗰啲傷口亦都會慢啲復原咧，又容易啲有嗰啲靜脈嘅血栓啊咁啊。係，咁所以即係如果預早知道自己真係要進行一啲手術嘅話咧，就如果做好準備，就早啲開始調理個身體，就唔好臨近做手術嘅時候先至突然之間下定決心，咁樣反而可能會令到更加多嘅後遺症，或者令到自己有個身體有更加多嘅傷害。係啦，咁如果你原本係即係有一個特別嘅餐單嘅，咁做手術之前嗰五日咧。就應該食翻正常嘅卡路里咯。哦，即係譬如有啲減肥餐單咁樣，就唔需要再跟啦。係啦，即手術之前嗰五日，你食翻恢復正常。係啊，恢復正常咯。當然，因為你手術之前有即係禁食噶嘛。係啊，係。哇，咁所以你要食定食翻正常先，有啲儲備咯。但我係調翻轉，我記得我細個有一次做手術之前咧，係。我諗係唔啱嘅，但係我就喺禁食之前，即係十嗰晚十二點之前咧，就暴食，食到去十二點正嗰點咧，我先至停咯。咁第二朝就做手術？係啊，咁但係咁其實呢個係有風險，因為你可能啲食物未完全消化曬咧，咁跟住就做麻醉，就有機會咧啲食物咧吐翻出嚟，咪跟住就吸入性肺炎。咁我可能嗰時有細個啦，消化能力又好啲，同埋可能亦都係好彩啦。咁到我嗰次就係全身麻醉嘅手術嚟嘅，到我之後出翻嚟真係嘔嘅時候咧，就淨係得黃疸水啫。咁就好彩冇事嗰次。嗱，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係食緊啲中藥或者食緊一啲補充劑咧，就一定要話俾醫生聽。因為可能會影響身體嘅，即係其他如果俾啲咩藥你啊，或者可能會真係可能有某啲藥唔可以一齊食嘅，咁所以一定要醫生知道你食緊啲乜嘢，或者需要停食啲乜嘢嘢咁樣，即係先知道可以俾啲咩藥你啊嘛。咁當然，如果你本身又係食緊啲抗血凝固嘅藥啦，即係如果話即係有啲人係因為有心血管都心煩啊，或者係有某啲情況啊，
者有血栓咧，咁系食紧啲护肤林啊，或者一啲咧防止血液库嗰啲药咧，咁呢啲要预早一定要话俾个外科医生听咧，佢就可以帮你即系谂个方法，系咁就睇下点样帮你调教嗰啲药，系咁如果系啲中药咧，其实人参啊、大雪丸啊嗰啲冠状链条啊，我哋食嗰啲食抑郁症啊，啲人咧食咗食开心噶啦。